你要你在那去旅游。姐姐都拍爽剧，哎，看，姐姐都拍爽剧，哎，看。祭祀先天坚强，空间是谁的从前？藏在人潮中，你只属于我的那画面。经过素面女神身边，我以女神之名许愿，思念像底格里斯河畔的。
扇子是拿来干嘛的呢？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吧，是用来装帅的。我为什么要装呢？只因为某一天我在茶楼看见了一名女子，我对她一见钟情，从此我扇不离手，天天装帅，直到我相信我有一天终究会将她拿下。哇，哎呦，我磕到了，跪下，跪下她。哎，那个谁，哎，有要求，有要求，来来来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跳起欢迎吧。我问你了，有台词吗？跪下。爱情的祝福哈，希望今天收到我。祝你们戏中人，如愿以偿，然后前途坦荡。来这边，我们右边来一下。哦，中间的朋友们，来中间也要哈，中间也要，也比划一下。直接点啊！爱情人吗？左边的朋友要不要？来，来一下哈，来哦，哇！二楼的朋友，二楼哥哈，好，二楼哥下来，二楼哥下来了，二楼哥下这边。Hello。到一段落了，欢迎大家继续免费领取优酷年卡会员，看优酷全民解答神剧《墨雨人间》，点击视频会员专区即可以参与到专属的会员活动，更有机会领取八八 VIP 专属的墨雨包爽追剧大礼包。优酷会员是八八 VIP 超酷的选择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又是创办给各位发送一下礼物哈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也掌声谢谢我们的各位创办人送来的我们的好人好礼物，专属的墨雨包爽追剧大礼包。优酷会员是八八 VIP 超酷的选择。姐姐，好，那我们去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